是棒球比赛中最重要的人物，也是一场棒球比赛的焦点。投手的临场表现往往是影响比赛胜负的关键。一名优秀投手除了必须拥有爆发力、敏捷性、柔软度、耐力以及优异的投球技巧等基本动作之外，更重要的还必须拥有冷静聪慧的头脑以及过人的分析能力。挥臂式投球准备动作，上半身保持直立，两个肩膀放松，双脚张开与肩同宽。右投手应该要站在投手板的右端，左投手就反过来了。站上投手板之前，球应该放置于手套当中，准备动作时不要让打者看见你的握球哦。挥臂式投球启动动作，自由脚往二垒方向后移一小步，轴心脚则往前移动到投手板前缘，确实将球放置于手套内。双手上台的过程，以手套背面朝向打者，头部与上半身应该保持在投手板的正前方，抬腿平衡，自由脚抬起的同时，双手下降至腰带的高度，是个人习惯使用。抬脚时应以大腿将自由脚抬起来，并将自由脚膝盖往腰带扣环方向移动。抬脚时左大腿应与投手板平行，而左肩膀应朝向正前方，重心放于右脚髋关节属膝部的地方。抬脚时停留一下，站稳再出手。跨步动作，身体重心由轴心脚往自由脚移动，前脚跨滑约五六个脚掌长度，手套、手肘、肩、膝盖及腿全部对准本垒板方向，以自由脚脚掌内侧着地为原则，而且与后脚跟延长线成一直线。摆背动作，手套应与左手手肘位于同一水平面上，以左手大拇指朝下的方式将手套往前摆动，使手套接近左手手肘的高度，左手肩膀朝捕手方向移动。这个时候投手的手应该轻松地往下以及往后摆动，摆背的方向应朝向二垒，投手背后摆时手背应放松并将大拇指朝下。当投手背后摆至最高点时，右肩、右肘、左肩、左肘应在同一水平面上，重心转移。当双手分开时，前脚着地，上半身沿身体中心轴旋转，带动手背投球，轴心脚蹬离投手板，身体重量完全从轴心脚转移到自由脚，头部尽可能的移动至前自由脚膝盖上方。跟随动作，球出手后，右手掌掌心向后，身体重心持续转移并超过自由脚膝盖。球出手后，右手应摆动到左脚膝盖外侧，以完成减速动作。固定式投球准备动作，固定式投球是垒上有跑垒员时，为了因应快速投球的准备动作。身体放松并保持直立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脚呈平行，轴心脚脚掌与投手板前缘接触并且平行。观看捕手暗号时，看个人的习惯啦，将球握于右手上或左手手套内。固定式投球启动动作，投手进入固定式投球的准备动作，将握球之右手置于手套内，并将双手置于身体的前方，身体重量大概是70%置于轴心脚上，自由脚直接跨步，不宜抬腿过高。握球方法，快速球握法。快速球握法可分为四缝线握法与二缝线握法两种握法。握球时手背及手腕应保持轻松，
我快速球时，中指与食指分开大约一食指宽，出手时中指与食指应该要放于球体的上方，有助于压低球路。出手后，投球背掌心应朝下。变化球、变速球握法，正规型握法与俗称 OK 球的握法。投手投变速球时，常以拉窗帘的动作来限制手腕的灵活度，以降低球速。变速球主要靠握球的方式来降低球速，不要刻意放慢挥背速度与改变身体重心来降低球速。曲球握法，常见的曲球握法为马蹄形握法，主要以中指及大拇指握住球的缝线。出手时，手掌应朝内，面向耳朵的部分。投球过程中，挥背动作及手腕角度必须与快速直球相同，手腕不宜过早开始向下扭转，直到出手前才开始扭转。投手臂、手肘应高于肩膀，出手时投球肩膀应高于前导手肩膀。滑球握法，呈现相对位置的不同。最常见的握法是将中指与食指偏离球体中央的缝线，而拇指则放在球体下方的缝线。而运用中指使球体旋转，可以提高滑球球速以及降低手肘受伤的几率。牵制，牵制一垒，投手轴心脚必须要退至投手板的后方，这个时候投手就视为野手了，可以选择要不要牵制。另外，快速转身后，自由脚往一垒垒包跨步，脚步快速，转身迅速，摆背要小，必须要有不同的牵制节奏。牵制二垒，顺时钟转身牵制。准备动作时，先将轴心脚的后脚跟转向本垒，有助于转身牵制。抬脚动作应与正规投球动作相同，双眼视线朝向牵制目标。自由脚抬至最高点时，就要分开双手，自由脚顺时钟转身跨向二垒方向传球牵制，逆时钟转身牵制。轴心脚往投手板后方退开，同时将自由脚及肩部往后转，并往二垒垒包跨步牵制。投手应该要随时查看二垒跑者离垒的距离，并且使跑者没有办法得知投手牵制及投球节奏。牵制三垒，需采用固定式投手方法方可牵制三垒。当脚抬腿时，自由脚往三垒方向跨步投球，以便牵制。训练法，双手绕环或交叉投球，手握着球，双手微微张开，双脚打开，双手由下往上交叉绕环，肘关节需高于肩关节，重复数次，然后屈背将球投出。此训练可训练投手上半身的摆背动作。跨步重心转移投球，跨步重心置于双脚之间，重心转移至自由脚，膝盖弯曲大约要大于90度，重心由自由脚转移到轴心脚，双手张开挥背将球投出。此训练重点为下肢重心转移。仰躺朝正上方投球，躺下持球，利用手腕把球往上丢，接住掉下来的球，在一定的时间或次数内重复上述的步骤。主要训练目的，练习运用手肘投球。直远，远投是投手重要的训练方法之一，
距离应采渐增性原则，由短距离训练至中距离，适应后再增加长距离，可训练投球动作协调性及专项肌力。空挥毛巾，投手之手以握球方式握住毛巾中间部位，模拟挥背式投球或固定式投球之投球动作，此训练可训练投球姿势对放球点的掌握。 T 字形投球训练法，画出 T 字形图样，轴心脚采置于 T 的交叉顶上，自由脚朝向 T 的直线跨步，此训练目的为正确的跨步方向与位置。